大家好，我是牛云飞。今天是端午假期，哎，我今天就要带家里人还有这个小金毛去南通那边的海边玩一玩。顺带我想一下，也可以拍一期视频，然后使用手机来拍摄一些照片，来看看拍摄宠物或者说我们日常出游的，就是小米十三 Ultra 它拍摄的照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小金毛过来，哎呦，你看，修哥，那这就是今天的小小主角小金毛。现在是在这边等车，旅程的话是要4个小时，到那边就12点钟。好，那么走着带你们看一下其他的狗子啊。一整车的都是袖扣。你这样拍是不是略显混乱呢？经过了漫长的大巴，我们终于就来到了这次我们活动的一个地点。可以看到，这个海里面都是人和狗啊。到了地方，先拍2张照片，留个纪念。哎呀，他家喝海水了。哦，别喝啊。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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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这是我的第3次海边之旅，然后是狗子的第一次，它还有点害怕下水的。价值800块钱的照片。小米的这个万物追焦还是挺好用的，就是它能牢牢的锁定住这个狗子，还有它的眼睛。好了，可以了。你把狗叫过去。好，来，行吗？他来了，他来了。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观察，因为有一些个人我是很喜欢这种比较自然的这种拍摄，就比如说现在这张。来，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哎，你弄我干嘛？好，你向我弄水，你向我弄水。在连拍啊！我看到他们这个就挺温馨的，来一张。哇哦，这个画面绝了啊！再一次发挥长焦的作用了。我一时间觉得这个画面太美好了，然后光顾着看画面，我已经没有找到那个拍照的按键，只能用这个人像模式先拍了一张。现在我这是人为的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景，就是，唉，人和狗在这边，点一下，哇操，哇操，绝了！然后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温馨啊，就很有感觉，蓝天大海，然后一个小椅子，然后人和狗，所以就再等一等，要等到一张更好的。哇、哦，这种长焦的压缩感，绝了呀！哇，这，哎呦，我的小金毛刚好坐下来。虽然这是人为造的。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有一说一，它这个防抖是真的很稳哎！你看，我现在是手持的，哇，这个防抖是真的很稳哎。你看一点抖动都没有，我没有看到一点抖动，我现在是手持的。
还是那句话，小米十三 Ultra 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着它的独到之处。我虽然是已经带了相机，但我今天确确实实一张照片都没有使用咱们这个相机拍摄，都是使用这个，而且刚才下水的那一些照片其实都是使用它的，因为它确确实就非常的方便嘛，不管是各个方面它的焦段覆盖的也很广，特别是这个120毫米我是非常喜欢的，还有75毫米，拍摄奇效就和相机拍摄的差不多了，已经质感非常好，拍摄的速度啊还是它这个成像的质量都非常的 OK 啊、唯一一个我觉得不太友好的点就是视频的这个万物追焦和照片的万物追焦它是在一起的，这导致我拍照片开了万物追焦之后，然后切到视频那边只有 4K24帧，这就是一个非常痛点的事情，需要拍摄完照片立即拍摄 4K60帧的视频的话，我是需要把它重新的去设置一下的，去把这个万物追焦给关掉，我觉得后期可以改一下，把这两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分开会比较好。今天这张照片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个人是挺满意的，作为生活照来说啊，就没有说那么去追求这个什么艺术性啊什么的，就作为我们日常的生活用来说，发发朋友圈然后自己留念，我觉得已经是非常 OK 了，在这方面我觉得已经是胜过了这个微单呀单反之类的，因为它毕竟体积小嘛，虽然它的手感比较一般，但确实它的体积很小，有一说一，在海边录视频的这个感觉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就吹着这个海风，然后就坐一个椅子，然后跟大家聊聊天说说话之类的，而且这回是特地是带狗来这边，我觉得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我是林林飞，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还挺有意思的话，记得点个赞然后关注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开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